大家好，我是若乙，欢迎来到 Arena。 那今天呢，我要做的这个开箱呢，就是这个 Gun Blaster XTO， 然后是淡蓝色的特别版，那这个编号是95439。那这一台呢，其实这台对我来讲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它这个是首先是它是透明软壳啦，那我自己本身也有收集透明软壳的这个习惯，所以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啦。 Check it out。 O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这个 XTO， 它的是软壳，然后这个是它的贴纸，来看清楚一点。 OK， 然后这个是给软壳的支架，然后这个是 FMA 底盘，颜色是淡蓝色，然后材质是 ABS。 这是它的尾翼，淡蓝色。它的板件呢，我不知道应该叫它天蓝色呢，还是应该叫它有点青色，就是绿色的感觉，那暂姑且叫它天蓝色吧，天蓝色的板件。然后它是六爪的中径轮框，颜色是白色，蓝色的硬胎中径。然后齿轮比呢是3.5:1高速齿轮，然后还外加了一个这个参碳的8T 马达齿。 OK， 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就是这台车里面所有的配件啦。那我们就看它的得分是多少， Let's go。 OK， 所以这台车呢，底盘我给的是 0.5 分，因为材质是ABS 普通底盘。然后车壳呢是一分，因为它是给的是软壳的这个车壳。那齿轮高速齿轮3.5:1，所以一分。轮框中径普通的0.5分。轮胎硬胎中径0.75，其他是参碳的8T 马达齿0.5分。总分呢是4.25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那麻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呢，就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咯，谢谢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要按下这个小铃铛哦，那下次有影片更新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知道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。